可以吼，谢谢。可以吗？可以测一点吗？给我，给我，我帮你。你放开。这样来，位置。赞哦。好，你要不要先讲一下这次好像有特别，就是飞过去。对，其实在要去之前，我以为我会在那边有非常多就是悲伤的情绪，结果反而都没有。到当地，其实你就会很想要陪伴着他们一起去好好解决事情。然后其实。我觉得这次的 slogan 下的非常的精准，就是抢救奋力生存的孩子们。其实，在难民营里面，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难民营，然后里面有非常多小朋友。然后这个难民营已经成立有七年了，所以你可以由此可见，里面的小朋友可能他出生就是生存在难民营里面。然后你就会很心疼，想说哇，他从小的生长背景就是在这里，然后他没有教育的能力。然后甚至他们的家长也没有出去上班的权利，然后你就会很担心说，如果有一天他们可以顺利的回归到正常体系的时候，他们要怎么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。然后所以这次就跟着世界展望会的脚步一起去，想要寻求各种不同的方式能够协助他们，让他们可以生活得更接近正常。那你自己事前有没有做什么准备，或者带什么东西，就是跟小朋友互动之类的？其实因为里面的人数有一点点多，然后我们每个人的心理都有一点限制，所以就很怕不公平，所以就只能用我的这整个人把我奉献给他们，就是希望我在那里可以尽可能的让他们感觉到快乐，然后尽可能的可以让他们365天里面跟我相遇的那一天，能够让他们在心中种下一个很快乐的回忆。然后也希望未来的某一天，他只要想到哦，世界展望会台湾，然后我们曾经到那里跟他相处过，然后就会发自内心的笑出来，然后种下一个善的种子。这次特别是不是选在自己生日的前后去？其实不是我选的，也是世界展望会选的，所以今年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。就是今年的生日真的刚好，非常非常刚好，就是会在难民营里面过生日。然后这对我来说当然也相当的冲击，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有过生日的习惯，可能就是会有朋友家人帮你切蛋糕啊，吹蜡烛。可是，在那边他们连好好的吃一顿饭都很奢望了，更何况过生日。所以那个当下自己心里是有一点点罪恶感的，然后但是又觉得自己太渺小，我没有我的能力没办法改变他们的生活，但是希望能够让他们的生活更好一点点，陪伴他们一起生活。所以他们是不是最后有给你什么方面的感动？我觉得都是他们的眼神跟笑声。其实可能我们会设定很多我们以为他们会怎么样怎么样，但其实没有。我觉得他们比我想象中的坚强很多，然后小朋友的眼神跟笑声也都非常的真诚善良，然后是可以渲染着我，然后也很希望可以让他们好好的继续保持这样的善良下去。所以你有算是孩子吗？本来不是本来孩子有点怕我，因为可能第一我们对他来说很陌生嘛，然后一群人我们这样也十几二十个人突然就到了一个他们的地方，如果我就想像换位思考的话，如果要是我也会有点害怕，我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像一个陌生人展开双手。不过经过一些时间上面的陪伴之后，他们有渐渐的让我变成一个可爱的陪玩姐姐吧，就这些小朋友全部就都趴在我身上，然后他对我身上很多很多东西都感觉到好奇，比如说我身上有一个小小的那种随身电风扇，然后就开始说那是什么，也不是说啦，就是会眼神就会很好奇那是什么，所以就陪伴他们玩了一些小小的游戏啊，就帮飞高高啊，或者是玩了一些就是火车接龙的游戏，他们都很开心。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？这一次印象深刻哦，其实我本来就知道世界很大，然后但这一次亲眼所见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这个
视觉震撼很不真实，因为其实我们从台北出发，然后转机到Costa Rica这个地方，我们大约转机转了三次，需要花大概一天的时间。然后到那里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到底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是真实的，还是难民营的生活环境才是真实的？其实你心理上面是会有一些冲击，嗯。然后我觉得这世界上现在大家人类活下去要面临的难关本来就很多，然后现阶段不管是天灾呀、啊，其实也都是资源非常不均衡的。然后就希望能够尽自己的能力，然后让世界上各个角落都能够再好一点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